徐思思是真的能干，你不是第一次听我这样夸奖她吧？为什么你家事要我们帮忙解决啊？徐小姐，电脑里头没有档案嘞。怎么会？思思啊，家哪有那么凶啊？妈妈，我好爱你哦。妈妈，爱你。怕谁？太过分了！你们刘家才是真的把我当成外人。我所作所为都为了你耶。是这样吗？秋兰。你挽留啊！你挽留啊！没。出息好不好？不过就是个女人吗？至于吗？你们不要管我好不好？通通都不要管我啦！刘雪溪啊，你过来说说你儿子。在外面等你送小朋友上课了，快快快！我就送你上学了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找你们公司的人帮忙打扫。少喝一点行不行啊？文文呐、啊，哎呀，怎么不多睡一下啦？还起来煮稀饭哦。哦，妈，吃饭了。我等一下再吃，我先去给你换床单。好、哦，哎，不用了啦。要啦要啦，那个床单都旧了，换一个新的啊。哦、不用麻烦的啦。啊，我又不常住家里。你不住家里要住哪里？哎呦，我都忘了，你已经嫁人了哈、哦。嗯、啊，没关系啊，不然那个家具有的也旧了、啊，换新的啊哈。哎、啊，有时候你也是会回来住一下嘛，对吧？哈、哦哎。妈、啊，你坐下来，是我帮你准备的早餐。啊，这个呢，我帮你收。不是，床单我帮你换。好，来，啊、坐。好、哦，你坐啦，好，快吃。徐思思，这个帮我拿出去。哦，好。我要去吃饭了。嗯。妈，早餐吃什么？这么丰盛。李思思啊，妈，你姐去别人家住十几年，好像变贤惠了呢。哎，刚刚啊，嗯，我说我要帮她换床单，她说不用呢。嗯，以前她那个床单不都是赖着我们两个帮她换的，对不？对。嗯，思思，你说阿玲姐姐这十几年是怎么过的？哎呦妈，你想太多了啦！她只是刚回家不习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啊，是哦，嗯。
徐思思，陪我去买东西。可是我还没吃饭啊。走啦。天哪，好了，去了。去啊，赶快去去，快点！你姐在等你。他帮你拿东西啊、哦。去，赶快去。嗯。嗯，那真好煮啊，真好吃呢。我问你哦，嗯，忙这几年有没有谈恋爱啊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吗？他们离婚了这么多年，这样一个人会很寂寞哎。他都几岁了，谈什么恋爱？哎呦，你傻瓜哦！就是这个年纪，所以才有人陪。我看他一个人也过得蛮好的。啊，你嘞？你都没有想要谈恋爱啊？嗯，还好啊。身边都没有适合的对象吗？哎，姐，你觉得我们总监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他很有趣哎，你看哦，他平常呢老是板着一张脸，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是面恶心善。你喜欢他哦？没有啦，啊你怎么都没有回去看洋洋啊？你以为我不想哦？就找不到适合的时间回去啊。他这么久没有看到你，一定很想你吧？我也很想他。喂，思思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个，我有事情想找你们帮忙。Come in. Come in. 不好意思，隔音太好了。总监，跟您报告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遗憾病毒预算表被会计部打回来了。他说，总经理拨的款项跟预算表上的数字是不符合的，所以他还讲了些什么，他有义务为公司把关啊，然后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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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一堆，比我妈还唠叨，有够。大姐，那个遗憾病毒的专案怎么了？超支？怎么可能？这预算表是我亲自过的。好，我整理一下，再跟总经理汇报。谢谢。那专案要继续还是要先暂停？还是？当然是要继续啊。这预算表我会尽快处理。还有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好。嗯。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我们的庆功宴也是要。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啊！这一阵子大家那么辛苦，该犒赏的一定不能少。还有，这聚餐就不用跟公司请款，我买单就好了。哦。徐思思她现在请假，记得通知她参加。徐思思是那个徐思思。好，先进吧。头饰好可爱哦，我想买一个。哎，姐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知道什么？就那个啊。哪个啊？就美美阿姨跟爸那个啊。啊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是在妈跟爸离婚的时候就知道。
这个早就知道了。嗯，啊，你嘞？我是上次去爸爸家，后来老爸也跟我坦诚他跟妹妹阿姨的事情。都过了这么久还在一起，老爸应该是认真的哦。应该是吧。哎，那你知道妹妹阿姨那个吗？剪头发吗？修一下，卖 gay 哦，哎，你卖 gay， 你不能讲谎话了，你说谎都会顿呆哦。啊，是怎样啦？赶快跟我讲，赶快跟我讲啦！是要给我惊喜吗？嗯，哦，对啊，哎呀，你都说是惊喜了，我们怎么可能跟你说？对啊，嘿，很小气呢，你们姐妹啊。好啦好啦，不说就不说嘛，啊，反正哦，你们俩是我生的啦，撅着屁股放什么屁我都嘛知。嗯，哇，这么厉害哦？当然。那神算妈咪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啊，你哦，嗯，啊，你的最简单呢。啊，以前你跟你姐姐在一起的时候，都嘛说吃的。哪有？而且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好吗？是哦，我知道长大了。欸，他眼神有杀气。好啦好啦，亭亭玉立的美少女啊，你好吗？你看那个屁股都撅起来了。欸，难得我们三个美少女今天都在一起哦，那我们来去吃大餐，好吧？好啊好啊，吃什么？我朋友说有一家那个甜点啊，喂，超好吃的。在哪里？嗯，我要问一下。哎，欸，啊，一下问一下。今天晚上？哦，庆功宴。嗯，可是我。哦，好，我会去。我晚上见。对嘛，庆功宴当然嘛要去啊，啊，不然你每天晚上加班都加给呢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你去庆功宴，我们俩去吃大餐。妈，既然思思今天晚上要庆功宴，要不然等我们三个都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吃啊。不是，哎，刚刚那个甜点呢？今天我想要回家看洋洋，顺便回去拿一些东西。哦。没关系啦，下次我订餐厅，我们三个人去吃大餐 ，OK？ 好 ，OK 啦 ，OK 啦。哦，马上就学起来呢。阿强，怎么了？我之前给你的资料帮助很大吧？还不错啊，70分吧。再接再厉。那晚上一起吃饭。好烦哦，要应付那些人，我不想去了。如果你盗用资料这件事情不想被知道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去一下吧。角色要扮演好，戏才会漂亮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你们可以先喝。喝酒吧，花钱的喝酒，划拳，来来来，来玩游戏再划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找 Sally 一起。哎，等一下 ，Sally 好像心情不是很好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好了。好吧。你们先喝，我问总监玩游戏。好，那我们先喝，来，干杯！耶！总监，我们来玩游。好，我们自己开始吧。好，玩什么？倒霉拳，倒霉拳，我先，我应该是会玩哦，会，你先，我来，开始，哎，走少谦，这个坏蛋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我们就是男女朋友？你为什么只想着徐思思？为什么只想怎么对付王子浩，就没有想过我？王坚，你来了，你过来陪我喝酒。我不喝酒，你还好吧？嗯，拜托了，你陪我喝酒。好了，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你陪我一下好不好？好了。哎，别要再喝了。陪我一下吧。对了，你陪我一下下。哎，来，来玩倒霉拳，思思。我还不够倒霉吗？喝酒啦！哦，干杯！喝酒，干杯！好酒量啊！哎，你们不觉得思思跟思雨好像有点怪怪的吗？思思跟 Sally， 该不会思思失恋吧？没有，难得出来玩，开心喝。好，那玩游戏，来，咖你个头啊！好了，快一点，来，认真，来，让你知道我厉害。啊，十五，没有，来，你快点，快点，二十。大家回家了，回家了，走，回家啊，回家。房间，我们大家先走了。嗯。Sally， 起床啦。好。嗯。回家了。嗯。你是王大文啊？你好，周迅，你好。哎呦，不要烦啦，走啦。好了。来，起来。拜拜！哎呦，坐好，这里啊，好的。总监，思思还在，我知道。先走了，小心。好的。徐思思，徐思思，起来了，我送你回去。
哥。你不要拉我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走了。好了。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Okay. 回家啦。走了。王子，哈！我不需要你。Are you understand？ 啊？是 Do you understand？ 啊？哎，这随便的 ，Are you do you 嘞？好了，别闹了，走吧。不要管我嘛！只要是我的人，我都要管。走。走了。是啊。Very good。Understand. No. Thank you, Nilaj. I just know you're still in the house. Let's go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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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.出去为什么不可以？算了，你根本就不懂。文文，你现在才几岁？你要知道哦，谈恋爱跟结婚是完全不同的。要结婚要想很多很多事。女儿在妈妈的心里，永远永远是最宝贝的掌上明珠。是妈妈的心头肉。哦，啊，哎呦，阿姨，那你们那个哦。思思他喝醉了。哦，喝醉了。是。哎哎，快快快，放下来，放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哦，好好好。哎，阿友，思思，思思，哎呦，这早给奶奶呢，怎么喝成这样啦？哈，他一滴酒都不会喝呢。哎呦，喝到这样，思思，思思，哎呦，脸那么烫呢，嘿，你真嗨呢，你啊。哈，不会喝酒，怎么喝成这样？这喝一……哎，文文，赶快来看，思思喝到这样了，你看这怎么办啊？哈，文文，
阿丽霞娜，阿姨啊，不然我先走吧。哦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子浩，谢谢。不会，晚安。晚安，谢谢。不会。文文，丽霞娜，啊，来来，妈妈这边来。来，来，啊！你怎么了？跟妈妈说，啊？怎么了啦？我就是想要抱抱你啦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抱抱，好。嗯。我想要抱抱，好好好，抱抱抱抱抱抱，这边这边，嘿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们刚刚看电影，你喜欢看电影，以后我们常常陪你看电影啊。爸，洗澡，乖，自己会开瓦斯吧？哈，会不会？会，会会。好，书包拿下，书包拿下来哈。你怎么了？魂不守舍的样子啊？又喝酒？妈跟你讲话不会回答啊？妈，完蛋了啦！啊，都是你呀！我白天喝醉了，你不是说叫人家从公司找人来帮我打扫吗？结果小香来，小香平常就喜欢我，我又喝醉了，所以我们就那个啊。心情又不好，老婆不在身边吗？你难免寂寞。冯姐做戏的事情，那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你放心，妈帮你保守秘密，尤其是你老婆那里啊。我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又没有想说我喝醉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我们在那个时候回来，刚好被他看到了。哎，你说你呀，小香是一个很单纯又热心的女孩子，人家好心来帮忙打扫，你看你，嗨，那小香有没有跟你吵啊？不是你说，酒后乱性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应该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吧？妈，你到底有没有关心我啊？文文都亲眼看到了，我现在怎么跟他解释也解释不清。你怎么没有顾虑到文文的感受，反而在问我说我是不是要对那个女孩负责啊？我怎么会不关心你？我每天担心的事情全部都是你的事情。你说文文那么大的一个人了，你酒后乱性，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好好跟他解释，这样他会谅解嘛。可是那个小香跟我们非亲非故，到时候多了一个赶不走的，那不烦死我了。哎，我觉得她也不是什么好女孩，哪有女孩那么随便的？妈，你到底在讲什么啊？你是想要帮助我，还是你怎么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啊？反正现在不管怎样，我就是要找到我们跟她解释清楚，其他什么我都不想管。好了，那兄，跟你妈讲话小声一点啊。你休息，来。我跟你讲啊。男人做了什么事情要能够自己负责任。哇塞！
那个小香打什么算盘我是不知道了，可是这个媳妇我是绝对不能要的。哎呦，少讲两句。妈妈的，这个蛋黄煎的好漂亮哦，可以吃饭喽。卖面筋的阿婆说，这是她自己手工做的，一定好吃。思思啊，思思，你洗洗脸，你念啥啦？哈，只要善于等待。然后呢？嗯啊，然后呢？你老实讲，你在跟我谈恋爱哦，是不是？哪有？没有，没有啦。有啦，你不要骗我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过来人哦。以前你姐姐谈恋爱的时候是这样，那个脑袋哦好像不在家一样。哎呦，就跟你说没有。有，我要去上班。你姐，我去上班了。哦，是好事啊，不是吗？哎。思思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跟他讲哦，他还这样，你看，嘿，躲我呢。他，文文，文文，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呢，我没有说什么。哦，嘿，好，吃稀饭，来，妈妈给你添哈。这个稀饭很甜哦。嗯，来，快，趁热吃，好。是不是很想吃？嗯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超好吃？嗯。超好吃，真的哈、哦！要不要试试看？好啊。哦，好难吃哦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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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自己煮的，你不吃哦？不要不要！你这既然觉得这么好吃，那你吃完好了。来来来，我啊！你真的把它吞下去了？当然。喂，张经理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约这个礼拜五嘛，对不对？好好好好好，反正细节怎么样，我们见面再谈。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也只是帮忙了，所以，对啊，我不能替徐思思帮你回答这个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看怎么样，礼拜五再聊哦。好好，张经理再见 ，OK， 好好，拜。
Sally， 那个我要交代你一件事情，你帮我去完成一下。啊，米秀，那个资料大家给我一下，寄给我。OK，thank you。哎，思思，资料准备好了吗？哦。这是遗憾拼图的预算表，你看看，跟原本的答案有什么落差？会计师说好像出了一点问题。总之，我下礼拜的案子可能要提前开行前会，还有一些细节要跟你讨论一下。好，那你待会 email 给我。可是客户那边有灵感哎。那在我们这里办活动有两个最大的优势，就是停车很方便，然后再来就是周边住户很少，所以你办活动办多场都没有问题。啊，对，那这边是我们停车的部分。徐师师，你去拍一些场刊的照片。那这边那是我们的露天舞台，那你要在那边办活动或者是在这边办 party 也都是蛮方便的，还蛮大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徐师师。你拍了什么照片？
人生中总有些未完成的约定，只要想起就让你魂萦梦牵，心心念念。其实约定的内容并不重要，但让人牵挂的是当时互相约定的我们有多么的快乐。你妈爱的人一直不是我。那是谁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爸爸外面那个女人是谁。一定不可以让她再回来了。我不准你们再说不要让我们回来啊。我就是爱她。哇，你今天很不一样哎。你要跟欧巴约会？徐思思，你在这里啊？那你有没有认真的想过当我的女朋友？做。